那我今天就是来砸你的招牌。真的是他的贤内助，嗯，对，哎，不是啦，不是，哦，他结婚了，结婚，结婚，结婚，在现场要小心一点。牧师，你准备被谁挑战？不知道哎，不知道啊。对啊，后面这位朋友来者不善，站者不来。是的，没有，到底没有三两三，不敢上梁山。没有，该不会又是要挑战秉志吧？秉志好忙，没有747，不敢搭飞机。没有868，不敢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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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99000，不管来喝酒。没有1+1，不敢去101。没有22000。继续继续来，不敢玩大老二。好，你要挑战的这位对象是 ？Hello， 我要挑战最帅的牧师尼安东。有在 follow 我们哦，嘿，那你挑战宣言是什么？我要挑战这首《散场的拥抱》。哦，听说啦，听说这是你的招牌歌，绝对是。那我今天就是来砸你的招牌。我想要之后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只会想到我。哦，漂亮，声音也很耳熟，哎，声音很甜美，但是出手非常凶狠，是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带来这个《散场的雨天》。做得很少。
最后一首歌。你想一起合作吗？哇，对嘛，我们混血应该要好好合作合作。那再混一遍嘛。两个都混血了，像都混美国跟台湾，是这样。刚好我们就一起合作的时候，就听得懂一点点在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真的记得我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刚好是宪哥节目，然后大家都在笑，然后我想说这些字我都听得懂，但是我 get 不到。哦，你笑不出，就跟着笑就对了。但我现在有进步。那能让你笑的点叫做 G 点，什么？是 L 点吗？会不会是笑点？因为是 get 到，但因为他们两个唱哦，最后那一首是本来就男女合唱，对，所以会协调嘛。哎，三五海那首歌之前我们那个猜歌，我跟汉典练了一整个下午，怎么练怎么难听，然后上去就直接过来，他们汉典唱唱唱，来一次来一次，刚刚说想挑战，来，不行不行，你要自己，从哪里开始？等一下。不会啦，试看哪吒。转身离开。也不会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已经送你歌名了，你还红不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他的，我给他一首歌的歌名，是啊，因为一首歌的歌名，然后红了一个人。怎么说？那个歌叫做《素人情歌》。哦，我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，你看普通吧，自来水杯，舞蹈大赛亚军有没有？然后撑到现在，对对，还在跳。然后他的歌声我没有很特别，我对你的爱没有很特别，我只是我就真心想爱你。是啊，然后我把我的歌声好好去唱出来，我知道唱的没有人家好，但是我诚意是一百分。
对，诚意是200%。对，是有没有这个歌会红？这个会不会红？像素人秉志写，秉志写一首素人情歌啊！秉志可以写素人情歌，秉志可以写，好不好？我们聊聊看，讲歌名都没有歌了，本人对对对，我就来聊聊看，就跟你聊歌，就跟你聊歌，好不好？聊聊看，秉志帮他写一下素人情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对，他们两个还自己组了一个阿卡贝拉。对对，我们其实跟王若琳、王大文，然后 Echo 啊什么，就是我们有一个阿卡贝拉团叫尴尬美声。你们唱这个阿卡贝拉都在做义演啊？对，其实这个是安东的 idea， 就是他每一年圣诞节都想要做一个公益演出，而且有一年他还自己写剧本，然后就写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所有人演，然后还有音乐剧唱。然后他主要呢，就是他每次都很有心，但是我其实我算是比较偏团长的角色啦，然后我就是控预算，然后他每次都说 OK 的，没问题，然后制作成本都超高，对，然后每次练团都请大家吃好料，自己都赔钱，对。因为我开过公司，我就知道，我说哎，大家不饿不要点 ，OK， 就他都说没关系 ，OK 的。然后到最后，我就会问他说，那你有没有留发票啊，什么什么？然后他都没有，他就说没问题的，我们到时候还是有一大笔。真的是他的贤内助，嗯，哎哎，不是啦，不是哦，他结婚了，结婚结婚结婚，在现场小心点。哦，你才是他的贤，管庆管庆管庆。哇，厉害！漂亮，我就想说，那反正我们一定要捐这笔钱出来。在角落的只有两种可能，第一种角落生物，第二种就是蝙蝠的老婆。角落的蝙蝠老婆，两个哎，两个都穿蝙蝠装，必须的，不要这样讲，超帅的。阿卡贝拉有需要我就找我，好，我从最高音唱到最低音。我都可以，我这个我都可以。那你最高大概可以到哪里？我 range 非常广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可以出来的嘛。